我们如何安装我们的电脑？就是我们需要用我们它的专用软体灌它的印表机驱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安装我们的 F130 的驱动软体哦。光碟片插入之后会有这些视窗，但我们只需要点选我们的安装档，点下去，然后就开始安装。它安装流程也很简单，因为它现在已经非常的人性化，我们就照着它步骤继续下一步、下一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墨水已经填充完成，然后再来就是它安装驱动的方式。然后就等它一下，然后它现在会自动侦测说我们的印表机，因为我们的 WiFi 已经设定好是我们现在的 WiFi， 我们就选择它，然后它已经侦测到我的 IP， 就按下一步。然后我们是用透过无线网络的方式，所以我们等于就不需要去用 USB 线连接，因为它整个流程都是很顺的。好，一样，它都侦测到咯，然后再下一步。好，这样就全部安装完成咯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印表机设定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我们 F130 搭配我们的热升华多功能机的应用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做出的产品有排汗衫、马克杯、拼图、杯垫、钥匙圈，还有我们盘子、口罩跟我们的毛巾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我们只要是搭配热升华商品，它是可以应用的。再来，我们印出我们的图档。好，我们让我们印表机列印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印表机跟我们以前用 L805 同样都是 A4 的对比，它速度相当于快了大概3倍，然后它细致度也有提升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我们它的印制速度。好，开始印刷咯。因为它印制的速度非常快，它直往前走的速度是比以前快很多的哦。完成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就来完成我们所有商品吧。